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这次来到安大略，安大略这边这个花园你看开的花儿都开放了，地方比较大呀，比较开阔，人口比较少。这边是安大略市发展的新区啊，有安大略机场就在东边，这一块地方已经靠近那个东谷了，所以有很多新兴的都在这边生活。 Enjoy Park 由 Smoke Free Thank you for not smoking in your play area， 在你玩的地方不要去抽烟。 For water Recip，这个 water 不要喝，这是不让喝的水。这个绿地，你看，没水了。这边是这个狗啊，带狗玩的话要保持清洁，拿袋子给装起来。扔到这个里面，啊，这里面已经有人扔了。那边是有足球场，小朋友可以在这里尽情的玩耍呀。比较美啊。现在的天空，稍微。有一点点蓝了，再加上这种白云呢，白云飘飘。看看上面有一点点小云呢，这也是这种乌鹊为西王母娘娘择食。还有这种遛狗的老人拉了一只抱了一只，大家可以坐到这儿，坐到这个棚子下面可以休息啊。这边是有烧烤架，你看到星期六星期天的话，一家一户就可以棚子架，就是并没有那么多人来占领啊。这是做这个 hot coal only 烧烤架，烧烤准备好了东西，坐到这里可以搭起伞，带上自己的狗。啊，有放风筝的。我们还认识有山东潍坊的朋友啊，潍坊是这种风筝之乡啊。这边的房子是这种 single house， 一家一户，有的是红的，有的是灰的，有的颜色有所变色啊。不同的有三种颜色，主要有三种颜色吧。这放风筝的估计是华人无疑啊，今天的风还是不小啊。听见这风筝这个烈烈的风响啊，可以极目远眺啊。这是一个多么平静的一个下午，大家各得其乐，各得其所呀。
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。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。这是张东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安大略给您带来的报道。拜拜，再见。